今天我们准备熏我们的湖南腊肉了，然后我老公搞了一些这个甘蔗渣跟那个柏子树回来，准备开始熏。本来我老公说啊，要在家里面熏的，那家里搞得那么干净，怎么熏嘛？到熏了到处都是黑麻麻的，就只能在这个外面来熏了。可以了吧？把那个胶子把它捅上来，弄个这么宽了就可以，因为才几块腊肉，五块腊肉，是不是？嗯，这的那个渣封了，那你说封了？封了叶子没出来的。你不要怕哄它那过去了，那有机会容易，你哄它的越咬我了，好吗？你叫怕吗？那个烧烟你晓得做，你。没烧个大火嘞，搞得搞个火盆慢慢熏叶子。将来有这一拉嘞，它就卷起来咬起来的，好吗？咬起来一坨的，好吗？刚刚说烤的，他们说这个油脂烤了，等下会卷起来。我去找个纸巾。相信我没错的，等下我把这下面挖一个口，放那个甘蔗渣跟柴火进去，以后那个肉的拉在这上面就可以了。这样子面积小，熏得快。你那个太大了，熏得不好。我还是我聪明吧。哎呀，看错了，这个技术都不行啊！打洞都不会打，对啊。不是你穿过去，你对准了就可以了。他那个头都不出来，你那个头啊？他都不会打。走开！好，可以了。你看我想的办法可以吧？连那个肉直接挂在里面就行。没有穿。看得到，对吗？没有，上来一点点。哎呀！要不然你俩打一下吧。你自己来了啊！你出去搓了半天，都没有搓准目标。来来来，这样子肯定会矮了一点。对，这样子应该够高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下面再围一点就行了，是吧？嗯，为了吃几块腊肉，我真的是、这工程有点大哦。好，你那火盆呢？火盆拿过来，告一下，告一下，等一下就准备开始放腊肉了。你先来。哎，懒鬼！什么懒鬼？有你这么有你比你还懒的吗？我都懒得跟你比。放个火盆在这里就可以了。这是漏风吗？不会漏，你看这样子，呵呵，奇思妙想，你姐夫聪明吧？这个我觉得有点像那个小的时候过家家。你这个不懂了吧？这个炸的面子小啊，熏的它就快。我跟你说，难怪你的头都粗了。啊，天天想东西。就这么溜快，还搞那么大症状。这么大的工程，就搞那么几块。你要搞就搞不贵。你姐她再给300多块钱，你是把你的把你的私房钱拿出来花了吗？真的是。快来来，穿进来。你要把它，你扶着我，我钻在里面，钻在里面去穿。钻在里面去穿，你把它这样翻过来。不是你，你给人拿到这里，翻过来，你也要钻进去吗？嗯。哪里有穿进去？给我拿着先吧。我怎么觉得你每次做什么事情都像钻孔洞一样的？来，给我。你别搞脏了。吃完再熏。没你那么好生气哦。砍个树都要四五个人砍。叫你姐搞多一点，她不够，给那么一点点钱。你不舍得把你自己的私房钱拿出来，还好意思说？还在那儿拿着。可以了，出来了。出来。你老赚钱。里面舒服。这样子可以了。你怪均匀没有？好，我们准备点火。点火，这行不行啊？点不着，肯定行的。可以哦。
你看烧好了，你再放进去。嗯、哎呀，都，哎呀。他们哥哥都来看我们熏腊肉。我去，你去哪里？烧柿子饼去了。这么好的菜呀、啊，这个么好的硬木我都搞好了，再看你们烧火了啊。你们火没烧好了，这腊肉烤不好不怪我了。搞定。你这也想吃的，我跟你大家觉得我们搞的这个怎么样？这样子是不是面积小，然后那个烟全部在里面熏的腊肉，这肯定是没得说啊。哦